響邊處響邊度？新名記嘅名喺佐敦咁出名，你都唔知道？哦。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，在網上面都瘋傳的，尤其是個湯底和骨煲都響噹噹的。在你面前的就是皮蛋芫茜煲啦。這個湯底啊，很多人都知道應該是下火的，咁就啱曬忙碌個香港人啦，而且經濟實惠添喎。等我即刻試啖先。啲芫茜咧好清香，好啱我啊！噔噔，這個咧就是四閘餃啦，佢啊有好多都是自制的喎，包括有呢個西洋菜餃啦、水餃啦、韭菜餃，仲有魚皮餃嘅。咁我即刻落鍋試下啦！哇，大家睇下呢個脆骨腩，啲皮幾厚，啲肉幾厚身咧。可想而知咧，呢條滑魚係幾咁大條啊！呢個咧係河鮮嚟嘅，係皖魚嘅腩嚟噶。跟住咧就係四寶丸啦，咁我咧就揀咗我中意食嘅豬肉丸啦、鯪魚丸、牛肉丸同埋墨魚丸嘅。哇！試下個餃先，係我中意食嘅韭菜餃，因為啲餃子啊，名副其實真係皮薄餡靚啊，我都有食神啦。老闆娘專登揾個師傅嚟包餃子噶，由出邊嘅皮啦到入邊啲餡咧，全部都係人手製。真的很足料，好好味的。真的吃過烹飪味啊！我試埋其他先。卡薩，我最中意食嘅魚先。個皮咧真的很脆啊，再加埋咧個肉咧又好彈口喎。皮同埋肉之間咧有一陣油，喺啲咁肥美嘅魚啊先有噶，真係好正好鮮味啊！食啲牛肉丸先，師傅話每日精心揀過啲材料，係最新鮮嘅咧，先會愛嚟整丸噶。入口咧係即刻好彈牙啦，同埋咧即刻有一陣牛丸嘅鮮味啊！點解會試牛丸先呢？因為牛丸咧係真係要用人手打嘅，同埋咧出邊食啲牛丸咧，有時咧會容易有酥味咧，同埋有啲牛筋。呢一粒咧真係完全冇，啖啖都係彈口嘅鮮牛肉啊！哇，好靚嘅肥牛啊！佢係本地新鮮嘅肉眼邊，每日新鮮運到噶，包你食到舐舐味啊！哇，呢、這個就係呢度最多人嗌嘅招牌豬骨煲啦！哇！大家見到呢啲豬骨大大件啦，仲有雞腳同埋粟米添。哇！聞到已經超級香，好想即刻食啊！這個真係不愧係皇牌，真係好濃嘅骨香味，又鮮甜又好味。我咧就最中意食咧豬骨啲骨膠原啦。哇！睇下幾大嚿骨膠丸，係女士嘅摯愛啊！咬落軟淋淋，又入味又鮮味喎，真係好正啊！每次都食到啲咁靚嘅豬骨膠丸啊，喺呢度先俾到我嘅。哇！這個王牌嘅雪花牛。入口咧好松化，啲肉質咧好鮮甜喎，啲肉咧同埋肥肉咧分布得好均勻，真係好好味啊！佢又唔會酥喎，又好新鮮嘅牛味，哇！簡直係我嘅摯愛啊！哇！喺我面前咁豐富嘅咧就係新名記一品鍋啦，講得明一品鍋，梗係最豐富、最矜貴嘅食材都喺曬入邊啦。哇！睇下有魚肚啦、花膠啦、海參啦、豬骨啦，數都數唔曬啊！即刻
刻試一下先。嗯，咁有間好厚肉啊，好腍好厚肉，嗯，好多骨膠原啊。你諗下，豬骨啦、魚肚、花膠，呢、這個簡直係女士嘅極品護膚布。跟住咧，就要睇下我隔離呢個醬拔蚌啦。醬拔蚌仲要切片嘅，我想要知係幾咁新鮮咧。嗯，咁新鮮啊，生食都絕對冇問題啊。飲啲 wasabi。嗯，好脆口。好新鮮啊！跟住咧就要介紹呢個手板咁大嘅扇貝啊，非常之新鮮噶。哇！仲有呢個聖子王啊，大大隻又夠新鮮，帶住都食得啦。嗯，真係好大隻啊！嗯，真係好鮮啊！同埋咧，睇佢咁厚肉咧，都一啲都唔會韌喎。本地嘅帶子，再加埋成隻咁樣上，嗯，真係原汁原味，好鮮味啊！聖子話咁快就食得㗎啦，千祈唔好淥太熟喎，熟就韌㗎啦。哇，幾大豬！嗯，好爽口，好鮮甜，再加埋咧，佢有少少。豬骨的骨香味咧，成個配搭啊，真係一流喎！我心咧，除咗係雞骨嘅食材之外咧，佢仲可以降血壓噶，救曬健康啊！佢咧吸收咗啲豬骨嘅骨味咧，零碎香濃啊嘅味道。試埋個魚肚先，個口感軟淋淋。又滑又綿，再加埋咧佢吸曬啲湯汁精華啊，啖啖咧都好香嘅豬骨味啊！再加埋有其他唔同海鮮嘅鮮甜味，聚集精華所在就喺個魚肚入邊啦。嗯，呢、這個時候嘅湯啊，真係匯集精華所在啦，好入味啊！已經熬到。豬骨的味啦，再加上各種食材的鮮味啦，呢啖湯啊，真係一流。飲多啖先啊，真係。嗯，嚇到咁新鮮嘅美味湯底，真係好滿足啊！記得啊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，記住訂位啊！新名記肥牛豬骨煲喺。九龙佐敦炮台街2-8号地下，你可以搭港铁嚟到佐敦站 A 出口，或者巴士1号、6号、3号 C、46号、81号、95号，亦可以搭专线小巴3号、46号、74号、204E，就喺佐敦道官立小学隔篱嘅咋。